好，我们可以录。好，那我们今天的主要课题是这个积分。那积分英文叫做 integration 或者是 integral 啊，写英文是为了方便你去这个 Google 啊。那它基本意思哈，就是你要求一个量哈，可能这个一大块你不会求哈，但是你可以把它这个细切哈，一块块细切，然后再把它这个加起来求和哈，就是这个细分求和哈，做一种无限细分，无限期。细分。然后求和啊，这个，然后求和。那这个无限细分求和是有它实际的用途那在这个古希腊里就是。就是求一些这个面积这个在几何里面是求面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我们求面积可以从这样看这个我们最基本的话，我们会做一个这个方形，正方形。这些都是直角的话那我们知道它这个面积这个 A 这个。那然后我这个矩形这个这是小学的这个算术的这个，这个 A 等于这个A 乘 B 那这些会了以后这个比如说这个，我这个三角形的，三角形的话，假设是一个直角三角形的话，就是这个 AB 的话，这一半对，这个就是 A 等于二分之 AB。这些都很简单的，对，好。那问题来就是，比如说这个圆形的话怎么办？那圆形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就把它这个细细切割，那这个通常这个切割办法，在这边你要求这种不规或者是圆是一个很这个对称的一个东西，你假设这个不会求的话，那我们的数学程度就不好了，对，那这怎么做呢？有没有一个有系统的办法做呢？这个当然有。我们先看我把它这个，做一个这个正的方形做内接的。这个面积当然是比这个原来的小，对，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就在这个
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再贴上，好，就变成一个八边形。好，这样的话又更接近我的，好，这个八边形就正好更接近我的这个圆的面积。八边形就更好了，更接近我面积哈。假设我能够再做这个，再把它细分，就变得16边形啊。这样子一支加下来以后，就更逼近一些，对。那这边现在这个圆的面积跟这个16边形就越来越小了，对，啊，可以越来越小。那这个16这个一般来讲一个内接的正 n 边形，我们做起来其实是并不难的啊。那这个大概是这样做啊，假设这是圆心的话。我们这个，比如说这样子啊，好，这样子啊，那然后把它这个16边形这个一块块这个加起来，假如我不用这个，你听到了。好，这个也许好一点。好，这样好，这个16边形，你把它这个，一般来讲，我们这个 n 边形，好，这个，那假设我们这是 n 个边，好，我们把它这个面积写下来，好，那这个一个这个，譬如说这样一个。好，这样一个这个 n 边形的话，哈，这边这个夹角是 2π 除以 n， 对。好，那我们把这个三角形，哈，这个面积很简单，是这个底边乘高，对。好，这个底边乘高，好，那假设这个半径是 r 的话。好，那这个。底边是 R， 对，啊，这个高，啊，那这个也是 R， 对，啊，那这个面积很简单，就是2π n 分之这个 sin 西塔，对，乘 R， 啊，然后再乘一个 R 是这个底边，对，啊，这个二分之一。那这是一片，那我这个总共有这个 n 个的话，我就是乘 n， 对，这个基本上这个是这个一个内接 n 多边形的面积。好，那我们让这个哈，这个做的这个 n 哈越分越细的话，啊，这个越分越细的话，我们就取这个极限，对。n 到无限大时候，这个，啊，那做这样的东西，对，这个，基本上是二分之一 n 平方，哈，这个 n 乘取这个极限的。那我们上次说过，当假设这个 n 很大的话，这个 n 乘 2π 就变得很小，对。
当这个很小时候，这个这个 sin 西塔值跟这个我们上次说过的 sin 这个 delta t 对，跟这个 delta t 在趋近于零的时候，它趋近于一对，所以当它趋近于零的时候，你就用这个它这个角度 n 分之二派来这个在这个取极限这个过程中间的时候，就变成二分之一。这个 n 分之二派大约是这样。那这个 nn 消掉，对，所以这个极限大致跟它没有关系啊。这个所以就变成这个 two pi 这个 pi r 平方。那这个 pi 原来是什么呢？我们要记得哈，这个 pi 原来是这个一个一半径的圆，一半径圆的周长，是 two pi， 对，是 two pi， 那这个是我们角度测量的时候的一个规定，对，所以哈，这个至于 pi 怎么求，你可以从这个 r 让 r 等于一的时候，你求出用这个办法求出面积就是 pi 的值。这个 pi 值可以也从这个面积的测量，得到，对，那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古希腊人就知道了，或很多文明都已经知道这样一件事了，不过下面一件事就比较，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圆球半径一的圆球或者是这个球的表面积是多少，或者这个是 R 这个半径 R。那这显然就不太容易了，这个那这个东西是阿基米德，这个阿基米德，这个做出来的。那这样东西怎么做这个在阿基米德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表现出这个一个十分高超的一个想法啊。那一般人并不太容易这个想到这个怎么去做啊。那基本上他这个想法是这样啊，我把这个圆球这个装在一个这个同样半径的这个圆柱里面。同样半径的一个圆柱里面，那这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对，那比如说我这个在这个圆这个赤道这个我截一刀，对，那在离这个赤道这个高 h 地方这个我再砍一刀，对，是这个是，先我这样子那然后在这个在这个假设这是高 h 的地方这个先砍一刀，
那在这个稍微再高一点 h 加这个 delta h 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我再砍一刀，这个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对，好，那我就看啊，那这个 h 地方砍一刀，这个在圆柱里面哈，这边这个是一个 delta h， 对。 这个阿基米德就证明哈，我这样的，我在圆柱上的这个砍下来的这一圈哈，的这个面积是跟这个 球上截出来这一个带的面积是一样的，好，这个是这样，好的，啊。 那这样以后，我就可以把这样一块块砍下来的东西都用这个在圆柱上的截面来表示。对，好。那这个怎么证明呢？好，这个假设这个半径是 R 的，R的话，那。 我们知道哈，这个 r 的话，那它这个，这假设是 r 的话，这一段就是这个 r sin 西塔，对 ，r sin 西塔，那这边哈，假设这个角度是西塔的话。 我这边做一条这个切线的话，啊，那切线会跟，要准一点，这个切线要跟这个，切线要跟这个它垂直，对，啊，这个垂直，啊，那垂直的话，这个夹角是，那这个夹角是 theta， 对，啊，那。 那假设这个斜边上这个我叫做这个 delta l 的话，好，那这个 delta l 哈跟这个 h 的关系 ，delta h 的关系大约是这样，好，这边这个也是这个夹角是 theta 对，好，这个哈我们马上知道这个 delta l。 乘上这个 sin 西塔，对，这个，会等于这个 del h， 对，这个是 del l， 对，这个你把它乘上这个，cosine 西塔，等一下哈，这个的话，这个是 theta 的话，这个。 等一下哈，这个是 theta 的话，这个是 h， 等一下哈，这边是 theta 的话，这边是 theta 的话，这个加起来是 90， 这个是 theta， 对，好，那这个是 sin theta， 对，这个。 这个是 sin 西塔，好，这个应该对。好，那这样的话哈，那但是这个小环的这个周长是什么？是 two pi r 对，这个 two pi r sin 西塔对。
那这个小环的面积，这个再乘上这个 delta L， 就是这个小环的面积，对，好。那你看哈，这个小环面积，我们说要跟这个面积相等，啊，这样切出来一块面积相等的话，那我们看哈，这边就是这个 delta L 乘这个 sin theta 等于 delta H， 所以这个就是 2 pi R。这个乘这个 delta h， 那这个大环的这个面积是这个 r， 对，这个它的一圈是这个 2 pi r， 这个是这个 delta h， 对，好，所以这两个面积基本上相等啊。那这样一带面积相等，这样我就一直切，那每一个这个圆球上这个环啊的面积都可以把它这个移到这上，对。然后把它这个加起来，一块块加起来，所以最后圆球面积就相当于这个圆柱体的这个表面积啊，不包含上下盖啊。那这圆柱体的表面积就很容易算了。那因为这个跟球的，这是它的高度相当于球的直径，对，所以这是2r。那这个周长是这个 2 pi r， 对。那这个面积是多少？就是这个 2 pi r 再乘上 2 r， 对。好，所以这个阿基米德就求出了这个是这个 4 pi r， 好。这个当然他很得意，好，这个不是平常人能够想得到的。所以他就把他这个这样的一个图跟这个面积4派 r 平方放到他的坟墓上作为他的墓志铭啊，这是他的一生的代表作之一啊。那这样东西哈，这个阿基米德就会算了哈。这个阿基米德除了会算这个哈之外，那对当事人来说还有一个这个比较自然的形状，就是这个抛物线啊，这个抛物线。那这个抛物线哈，这个要算这个抛物线底下这个面积啊，这个。那我们假设用这个解析几何来表示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哈，这个 t 平方，这个或者是 x 平方，这个是 x， 这个是这个 x 平方，这样东西哈，在这底下这个从这个零哈，这个 x 等于零地方到某个这个 t 的地方哈，那这个底下的这个面积是多少？那这个阿基米德就会算哈，这个并不难算啊，这个并不难算啊，这个这个面积哈，它就我们可以给它一个这个函数哈，就叫它做 AT。那这个阿基米德算出来的结果就是三分之一这个 T 三方。这个，三分之一 t 三方，这样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简单的数学来算，那我们把这个放大，这个从零到这个 t， 这样的东西我们把它放大，我们把这个零到 t 地方。这个分成这个等分成这个 n 段，对，这个
这个我们叫这个等分成 n 段，好，这个第一个就是 n 分之 t， 对，然后这个第二个是 n 分之 2t， 好，这个第 i 段的话，好，我们就叫做 it 除 n， 好，那这个阿基米德，好，阿基米德哈，这个做法可能还是这样子哈，这个，但是我们现在不用阿基米德做法啊，那这可能是费马的做法哈，这个可能是 Eudox 的做法啊，那我们就把它这样分割啊，那我们就这个哈，我第一段啊，第一段我就用这样一个小的面积来。好，那第二段就用一个这样小的面积来逼近啊，这个第三段就用这样小的一块面积来，好，这样逼近啊。那这个第i块这个高度，好，这个第i块这个高度的话，好，我们就知道，因为它是跟这个高度是这个高度的话是这个。n i t 这个平方，对，啊，这个高度，所以这个面积是什么呢？这个面积是这个，它这个两个之间的这个距离是 n 分之 t， 对，因为我们把这段除掉 n， 啊，那它的高度是这个，n i 这个平方 t 平方，对，好。那我们把这个一块块这个加起来，哦，大约就成了，对，这个 i 从这个一到这个 n， 对，好，那这样一个东西的话，这个 t 是固定的，这个 n 这边大约是固定的，对，所以大约是这个 n 三方，啊，这个 t 三方，n 三方 t 三方，好，然后这个 i 平方这样的一个，好，那这样东西相当于，这样东西哈，这个东西哈，假设我们会做的话，这个其实就是一平方加二平方加三平方，对，这个把它写出来了。是加到这个 n 平方，那这个东西并不难算啊。那这个通常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啊，这个 i 平方这个把它这样求和啊，这个怎么算呢？啊，那我们通常是这个 i 平方，这个 i 三方减掉这个 i 减一三方啊，这样的话，这个基本上是多少呢？这个是 i 三方。减掉 i 三方，对，然后加上这个三 i 平方，这个减三 i， 对，然后加一，对，这样东西，对 ，i 消掉啊，所以这个基本上可以表示成啊，这个 i 平方的话，我们可以 i 消掉的话，这边是这个。那我们把这个括起来，好，这个把它这个加三 i， 对，这个减一，是吧？好，这个等于这个三 i 平。那我们把它通通除掉三，对，好，那我们把这个 i 平方，对，那我们要现在是这个 i 平方，对， i 等于一到 n， 好，那我们把这样的东西加起来，
这个整个要这个整个要这个三分之一，好，这个三分之一，这个加三 i， 对，啊。那这个从 i 从一到 n， 对，好，那这样东西哈，就是这个结果是这个三分之一，对，好，这个第一哈，这个你把它加起来，这因为相间隔，你加到譬如说这个一加到二的话，这个这项会跟这个二的时候这个项消掉。所以到最后只有这个首跟尾，对，好，这个尾就是这个 n 三方，对，好，那这个啊，这个然后这个减 n， 对，这个最后一项这个给出来是减 n， 对，那中间一项是一个等差级数，对。啊，是这个首项加尾项。然后这个减一，大约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对。好，那我们就把它这个代入，对。减 n， 对，对不起。好，那你看啊，这边，t 三方，对 ，t 三方。那这边哈，在这个取极限的时候，这个最多只有 n 平方，对。然后这些 n 这些都可以这个略去不计，啊，所以。这个在 n 取这个无限大的时候，哈，最后剩下来只有这个三分之一，对，啊，这个啊，我们把它这个取极限的时候，啊，这个好，这个最后哈只剩下这个三分之一，对，因为这个比例是趋近于一的，对，后面都会变成零，对，啊，这后面这项没有用，所以就是这个三分之一 t 三。那这也是这个阿基米德会做的，好，那接着再往下以后哈，一直到这个第九、第十世纪，哈，这个一个阿拉伯的数学家叫做阿胜，好，这个阿胜，这个人相当于这个阿胜，好，这个阿胜，阿哈胜。这个人在伊斯兰的这个科学史上的地位就相当于这个牛顿，啊，这个他的地位就是相当于牛顿，啊，这个人这个在光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啊，包括发现这个针孔摄影，啊，还有这个人的眼睛的网膜之类的，啊，还有这个结构，啊，
这是伊斯兰世界哈，他因为这个研究这个一个这个反射镜的时候哈，他发现需要用到这个一个四次方的曲线哈，所以他就会做四次方的积分。那接下来哈，在接下来的话，就要到科普勒了啊。这个到1600几年的时候，科普勒哈，科普勒就要算这个酒桶的体积啊，算了这个接近100种不同形状的这个酒桶的这个体积啊。那一直到这个科普勒都没找到一个这个怎么去算这种体积或者面积的一个共通的法则啊。那开始到这个费马啊，这个到这个费马啊，这个费马，我们现在叫做这个费马啊，这个好，这个费马就发现了哈，这个一个 n 次单向式的啊。n 次单向式的这个 n 次单向式的一个啊，这个下面的面积啊，这个从零到这个假设是 xn， 那我们算这个，那这个公式啊。假设这是 t 的话，那他就发现这个面积，这个面积我们假如叫做 at 的话，那这个面积是可以求的，这个面积就是一个这个 n 加一分之这个 t 的 n 加一次方，这个 n 加一次方，那这个费马怎么求呢？那他就把零到这个 t 之间就分割，这个分割，他这个分割办法是怎么样呢？这个假设现在这个等分办法并不好，他要用一个类似这个等比级数的这个办法慢慢降下来，这个慢慢降下来啊，这个第一个这个是这个 t 乘 r 啊 ，t 乘 r 一个小 r 啊，然后我们把它这个这是零到 t 之间，对。先是这个，譬如说这个 t 乘一个小 r， 这个，然后这个再下来是它再乘一个比例，这个 t 乘 r 平方，这个第二一个这个点的话，就是第二一个点就是 t 乘 r 的 i 次方，这个 i 次方，那这样一直做，你知道。这个 r 比例是一个 r 是一个小于一的数，这个小于一的数，你终究可以到零，对。然后想办法把这个上面的这个面积，这个把它这个加起来。好，那这个面积怎么加呢？那这个面积这个相邻两个面积是这样，这个。那我知道这个，譬如说这个是这个 t 的 n 次，对，那这是这个高度是 tr 的 n 次，对，那这个 di 的话就是这 i 的这个高度的话就是 t 这个n 次，这个 i 的 n 次，对，这 n 次，它的宽度呢？这宽度的话，
这个宽度大约是这样，第一，这个宽度的话是 t 乘这 t 减这个 tr 的，是 t 这个一减 r 这样，对。那这个 di 个跟这个 di 减一，这个 i 加一的话，这个是啊，这个 ti 跟这个 ti 加一之间的话，这个是这个 t 乘 ri 减这个 tri 加一，对。那这个是这个 tri 乘一减二这样，对。那这个每个把它加起来啊，我们就可以得到它这个面积啊，这个 t 这个宽度是这个 t r i 的乘上这个一减二，对，那这是它这个宽度啊，这个宽度。那它这高度是什么呢？这个这样子，对。这个 r n 对，好，这样子，r 等一下哈，这个 r i 的 n 次方，好，这边有点错。Ri 的 n 次方，对，所以是 Rin 啊，这个 Rin 高度是。好，这样子，对，把它从这个一块一块把它加起来。n 不是哈，我们现在用一个另外一个符号啊，这个大的 n 好了，好，这个大的 n 好，那这样一块块加起来的话，哈，这个并不难做，对，好，这边的话，你看哈，就是，好，这个 t n 加一，好，然后这个 r 这个 i。这个两个把它加起来，对，乘 n 加一，好，然后这个一减二，那这样的话是把它从一到这个 n， 对，这个 n 将来我们要让它趋近无限大，好，那 i 哈是这边的，i 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好，这个要加的这一项，对，真正变是只有这个。那这个东西哈是 t， 这些都是常数，可以把它拿出来。对，那加起来是一个这个 r n 加一的这样的一个 i 次方的这样一个等比级数。这样一个等比级数，好，这个加到无限大，好，这个让它无限细分，好的，加到无限大，加到无限大的话，这个等比级数的比例是 r 的 n 加一次方，对，所以这个很简单，对，这个一减二。好，那这个的话，这个是很简单，这个是一减掉这个公比，对，这个公比是这一减，好，这样的一个东西，对，好，那这样的东西，我这个可以分解，对，我可以知道这个下面是可以分解的，好，然后这个可以分解，好，这个一减二。那
这个下面可以分解成什么呢？一减 r， 这个一加 r 加 r 平方，加到这个888，加到啊，加到什么呢？加到这个r 的 n 次方，对。那这个可以消掉，对，好，所以我们剩下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一个式子，好，这样的一个式子，对，好，那现在哈，这一块块，假设 r 是小于一的，对，我们在开始我们讲 r 是小于一的，好，那 r 小于一的话，你只要给它一个固定值，这块太宽了，对。太宽的话，这些多出来的东西就很多。那我们假设让这个宽度这个变得很窄啊，也就是说让 r 小于一，但是 r 趋近于一，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底下的面积。那当这个让 r 趋近于一的时候，这个趋近于一，这个趋近于一，这个每个趋近于一，总共有这个分母里面总共有。加起来是 n 加一，所以当这个 r 趋近于一的时候，那这个哈，这个我们叫这个，这个 at 就趋近于，它底下面积是多少？就是这个，因为当这个 r 趋近于一的时候。这边就每一个都趋近于 n， 对不对？啊，每个都趋近于一，一共有 n 加一个，对，所以就是 n 加一。所以费马就会算了任何一个 x 正 n 次方这样的东西。那这里面哈有一个问题，就是 r 这个甚至这可能连。这个任何这个假设是一个分式的话也应该可以这个不过我们现在先不去管它这个是费马就会做这样式这个那其中还有一个比较难做的一件东西这个留下那像这个阿基米德会做这个抛物线下的这个面积抛物线下的面积那有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这个双曲线下的面积是什么呢？这个困扰了很久那这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难题那我们假设这是 x 那这边是这个 x 分之一。那我们画出来就是一个，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双曲线，对。那这个双曲线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假设这个 t。但是你这样过来哈，这个它一直往无限大，所以这个面积会越来越大，对，越来越大，所以你不能让这个，假设哈，我用同样办法的话，我这个不能让 r， 趋近于，这个 n 我可以这样取，我还是照刚刚那样的，这样的来做，这个 tr， 然后这个。tr 平方对然后这个
TR 的 I 次方，好，这个 TR I 次方，对，好，我这样来做，对，我用刚刚同样的费马的办法来做，好，这边就有一个困难，好，那这边的话，我知道这个它的高度就是这个高度就是这个 T 分之一，对，那这个高度就是这个 TR 分之一，对，那这边这个高度就是这个 TRI 分之一，对，好，那同样照刚刚那个办法的话，我们这个好，这个的宽度是多少呢？T 乘这个一减 R， 对，啊，那这个假设是 I 的话，应该是这个 TI， 对，啊，那它的高度是什么呢？这个 TRI 分之一。TRI 分之一，然后这是它的宽，等一下，好，这个宽度是，对不起，好，这个RI， 对，好，这样子，好，这样东西哈，这个从这个 I 从这个一开始。对，I 从零开始，对不起，好的 ，I 从零开始，对，好，一直在加到无限，对，啊，这边你看哈，哎，这个就可以消掉，对，好，所以这个就变成这个一加 R， 对，这个趋近零，哈，这个到这个无限，对，那你就相当于无限，对。所以这个马上就到这个无限大，好，那你假设让这个 R 趋近一的时候，对， R 趋近于一的时候的话，就是有无限个零这样子，好，那这样并不好，对，好，那这个大约是这样，好，所以在这边这个问题，好，这个正好消掉啊。那这边的问题是这样啊，那我要怎么样让这个 R 趋近于一呢？啊，那第一我让它这样子啊，这个你看哈，这个我假设这个 R 这个 R 哈，这个你这样子哈，好，这个东西会变成这个无限大啊。假设你让这个。让这端这个趋近于零的话，它会变成无限大啊。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好，这边这样子啊，我这个 R 选择要稍微考究一点啊。这个我让 R 等于这个这样子趋近啊，在我先让做 n 个的时候。n 个的时候，我知道这是 n， 对。所以这个大约跟这个 n 成比例，好的 n 成比例，那这个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好，问题是当这个 r 趋近一的时候，这个东西会变成什么？这个一个 n 趋近无限大 ，r 趋近一的时候，一个无限大乘一，什么意思？那这边 R 就稍微要有点考究啊，这个 R 要怎么趋近于一啊 ？R 怎么趋近于一啊？那我们用这个 R 等于这个一减 n 分之，最简单是一减 n 分之一啊。好，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那这样一个东西你就要看哈，这边假设哈是这样的话啊，那这个 T 这个
这个 Rn 的话会到哪里呢？好，我们想这个是这个末端的这边是到哪里呢？ T 乘这个一减 n 分之一。那它这个末端往哪里去了？好，这个你看哈，哎，当假设这个 n 趋近无限大的时候，啊，这个 n 趋近无限大的时候，哎，我们看到过这个，对吧？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哎，这边会变成什么呢？这个会趋近于这个 t 这个一分之负一，对。这个一分之负一，就是一分之一，就是这样，一分之 t， 这是自然对数的一个底数，对，好，那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时候你看哈，我这个 r 趋近于这个，在这边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这个做出来是什么呢？这个一减掉在这个 R 用这个式子来表示这个式子来表示说一减掉一 n 分之一，对，然后我有 n 个的话，那这个就是 n 分之一乘 n， 对，这个整个来讲就是 n 分之是等于一，但是在这个极限过程的时候，这个算面积开始的地方会变成一 t， 那这个面积是永远等于一，跟这个 t 的选择没有关系，那什么样的东西会变成这样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应该是我们看这个 t。到这个 t 之下的这个面积，这个面积永远等于一，跟这个 t 的选择没有关系，这个跟这个 t 的选择没有关系，所以什么样的东西会让这样等于一呢？只有这个 log 函数，这个 log t 减掉这个。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的话是这个一跟这个 t 没有关系那所以发现这个从这个一分之 t 到 t 的这样的一个面积这永远是等于一那这个唯一的这个函数是什么呢？应该是这个 log t 所以发现这个底下的面积是跟这个 t 的 log 有关系跟这个 t 的 log 有关系那这个是这个 t 分之一的东西跟这个它的这个积分会跟这个 log t 有关系这个 log t 有关系那这个是这个是大概在牛顿以前大家就知道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不同的问题就要用一个不同的技巧来算那一直到牛顿跟莱布尼兹才发现了一个规律那我们把这些东西这个几个简单的例子所算出的答案怎么去把它归纳出来一个这个一个一般的通则那这个就是所谓这个微积分的基本定理微积分基本定理微积分的基本定理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开始正式引介这个积分的概念。
好，我们刚刚你看哈，刚刚这个哈，这个哈，刚刚好，我们让这个 r 等于一减 n 分之一哈，那你其实跟这个没什么关系哈，我可以给它一个固定数叫 s 啊，那这样的话哈，你就变成这个一减哈，这个它这个算面积的起点就变成了这样，对，这个 t 乘一减 n 分之 s n 啊，那这个东西当 n 趋近无限大的时候啊，这个是我们叫它应该是这个指数函数这个 es 分之一。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哈 ，r 等于一减 n 分之 s， 那这个东西你改成这个 s， 对，好，那这个相减以后就是这个 n 分之 s， 对，乘 n， 所以是这个 s， 对，所以哈，你要这个下面有多少面积的 s 的话，那你这个起点的选择要是哪里呢？t 除掉一分之 s， 对，好，那这边你要记得哈，我们从前说过一个这个指数的函数的一个定义的办法，就是，好，这边你要用到的一个好，这边这个用到的是这个一加 n 分之，我们说过这样东西，对。让这个无限次把这个复利间隔变成无限多的时候，这个就变成指数了，对，这个所以这个是 ES， 好，用这样带进去的话，好，假设我们这个比例哈，这个分割的比例是这样的话，好，那它这个到 n 等于无限大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极限。那这个极限是 t 除掉 es， 啊，这个，那因为这边你这个是相当于负 s， 对吧 ？x 用这个负，对，这个负 s 带的话就是一负 s， 对，啊，所以这边的这个是这样子，对，啊，那这样的话哈，你就说，哎，这个投这个 es 分之 t 到这个 t 的时候，这个面积是 s。对，那唯一的可能是什么？唯一的可能只有这个对数函数，用一做底的这个对数函数，这个会让你得到这个 s， 对，好，那这个是很奇怪的，对，原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很通常见的一个这个双曲线的话，哎，既然这个下面这个。你把它求面积的时候，哈，是跟这个，哈，是跟这个一个对数函数有关系，啊，这个对数函数在这边跑进来，啊，好，那接下来，哈，这个接下来，哈，我们，啊，所以哈，这个你并不需要这个微积分的理论，你已经可以做很多事情。啊，这个已经可以做很多事情。好，那把这些哈，这个经验哈，这个结合起来，就是这个啊，一个牛顿跟莱布尼兹的这个牛顿跟莱布尼兹的这个微积分的理论。照理说我不应该擦掉这个哈，这个是，啊，这个是一个范例哈，这个阿基米德求圆的时候，这是个范例是吗？你不要去计算你就知道，对，这个它的这个面积是吗？这个就是说，哎，这个环的，这个圆柱上这个环的面积跟这个球上这环面积是相等，对，你要求球的面积，你就求这个这样一刀切下来，这个圆柱上的面积把它累积起来，好，那这是微积分最高境界，你不要算就会了，对。
只要要一个好的想法，要拼命死算活算都是比较，不那么，不那么让人这个。那要能够这样做是需要有智慧的啊，那不是我们平常人每个人都有，但是我们可以学，对。那我们接下来就讲这个积分的定义啊，这个积分的定义。那在经过费马以后，我们知道笛卡尔发现这个解析几何，他可以把这个几何的量用这个代数的坐标表示下来，对，好，那譬如说我这个是 x， 对，这个我叫这个 y， 好，这个，好，那我假设有一个函数，这个我们现在假设有一个函数，这个。假设我 y 叫这个 fx 这样一个函数，那我们这个先来定义这个积分，我假设从一个 a 开头，这个 x 等于 a 这样一条线，然后 x 等于 b 这样一条线，我问在这个 y 大于零，这是 y 等于零的这条线，对。在 y 等于0，这条线跟这个 x 等于 a， x 等于 b，它的上限是用这个 y 等于 fx 这条线，这样围出来的面积是多少？那这是一个一般的问题。那这样的面积假设存在的话，我们怎么去计算呢？这个假设这个有这样的面积有的话，我们就这个表示成一个这个 a 到 b， 对，然后它的上端是这个 fx， 这个这边这个我们表示成这样的一个式子。那这样一个式子我们怎么去做它呢？那照刚刚我们的一些经验，我们就把它从 A 到 B 做这个，譬如说把它切成这个 N 段，这个把它这个切成 N 段，那假设这个 A 我们叫做这个 X 等于 X0，那这个 b 我们叫这个 xn， 那我们就把它这样切成 n 段，这个，那这一段我们叫 x1， 对，这个，那第 i 段的话我叫这个 xi， 对，那这个这是 xi 加一，对，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这样子切成这样一条一条的，这个，这样一切成这样一条一条的，那然后我们。这样一条条的这边取这样的东西，我们把这样一条条的这个面积加起来，那就逼近了这个底下的面积，唯一的就是多出一些这样的东西，对。那这样的东西我们可以证明在
这个当你的 n 切得很细的时候，哈，这些多出来的碎片的总和会接近于零。那这样东西我们怎么表示呢？好，这样东西我们可以这样表示。好，这样东西我们可以这样表示。好，这个东西大约是这样，对。I 从这个一到 n， 对。这个，好，这个譬如说这个的高度我们是 fxn。这边这个高度啊，这边这块的这个高度，对，我知道它是这个 fxi， 对，好，那这个 fxi 乘上这个这边哈，这边 i 乘 i 减一，对。乘上这个 xi 减一，那这样一块块的东西把它加起来，加起来就大致是我们这个一条一条的面积的这个和，对，那在这边的话，我叫这个，在这边的话，我叫我定义我的。xi 哈减这个 xi 减一，对，好，那这样把它接起来啊，这个加起来，第一哈，这个我们假设把它切得越细的话啊，这些碎片的总和面积总和会越来越小啊，那我们取这样的一个极限啊，这个让 n 趋近无限大啊，然后我们要让这个，这边哈，这边这个贴上这样一条条的宽度，这个最大值哈，要让它趋近于零。这不能所有的这个，让它趋近于零。最大趋近于零，也就是所有的都逼近于零，对，这样的一个极限假设存在的话，那我们就叫做这个是它底下的面积，这个底下的面积，边，这个号我们这样表示，这个，那在这样逼近的过程的时候，让它趋近于零的时候，我们就叫它做这个 dx， 对，这个 xi 的话。我们就不去标示它是哪一个，就是用一个连续的办法，这个就变成这样，对。那这个和的意思就用一个这个拉长的这个S 的这样一个符号啊，是一个代表求和的意思。那这个是求和的上下端啊，这个面积的这个两个边界啊，这个两个边界啊。那这就是一个积分的定义。这个很自然，对，那积分其实这个概念我们说从阿基米德或者更早 UDOX 就有，所以远比微分的概念来得早，早了接近2000年，这早了，其实积分更自然，积分更自然，那我们刚刚这个譬如说我刚刚这边我就可以刚这个我就可以表示成这个，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极限之下的情形，这样一个极限之下的情形，我就可以知道这个是一个这个
这个 x 分之一 dx 对，它的上界是什么 t 对，它的下界是什么，这个 es 分之 t 对。好，这个 r 趋近于一减 n 分之 s。那这个下界，因为它原来到这个，假设让它逼近零，它是一个无底洞，对，这个你要多大，这个面积有多大。好，那我给它一个这样的，这个 r 用这样的办法逼近的话，它的这个下界是这个 es 分之 t， 好，这个好，那这个就知道这样。对，好，那刚刚这个面积呢，我们可以这样子设，这个零开始，对，到 t， 对，然后这是 x 的 n 次方 dx。那我们刚刚得到的这个公式是什么呢？这个公式是，好，这个公式是 n 加一分之 t n 加一。那这个只是这个特例。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算出来是什么呢？这个好，这个面积我们会算，对，我们知道这个的面积我会算是 s， 对，然后这个是 x 分之一这个 dx。 好，那要什么东西会给它 s 呢？那这个只好是这个 log， 对，自然对数的这个 log， 啊，这个 t 减掉这个 log t 分之 t 除掉 es， 哎，就会给它，对，啊，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些结果，啊，那我们稍微观察这个结果，我就发现这是什么呢？啊，我假设哈，把这个这样的一个式子微分的话，哎，它就会等于这个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函数形式，对，啊，你假设把这个 t 这样的微分的话，哎，它就会等于这个，对，你还记得我们这个 log 的微分是这个它的这个 t 分之一，对，啊，哎，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对。那我们下面进一步，啊，从刚刚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归纳出来一个所谓的一个叫做微积分基本定理。好，我们有了这个积分的定义以后，啊，我们有了这个积分的定义以后，啊，我们有了这个积分定义以后，啊，我们可以这样子，啊，我让这个 x 的下界，啊，是 a 不动，对，我可以变动这一边，对，变动这边的话，我就可以当好这个，我假设走到 t 的话，那这个上界我可以变动，啊，这个，这个假设是这个我的 fx， 好，这个是 x， 好，那我可以这边固定，对，我让这边变动，啊，这个变动，啊，变动的这个变数这边我可以变，对，啊，这个这边我可以变，对，啊，这样变动，对，啊，这样我可以定一个从 a 到 t 这个 x 等于 t 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对，这之间的这个面积，
那这个边界可以变动的话，那它显然就是这个面积显然跟这个边界在哪里有关系，对。那这样东西我们就可以定一个叫做面积函数的，就是你 t 变动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说，哎，这是从 a 到 t 之间的这个底下的这个面积。那我用一个这个大 f 这个 t 表示。那这个 t 当然可以等于这个 a， 对，假设这个 t 在这边等于 a 的话，显然这个 a 到 a 的话，这个底下夹不出任何面积，对，所以我知道这个 ftfa 必须等于零，对。好，这样定一下，这个 fa 必须等于零，对。好，那接下来是这样，好，我这个可以这样子变动，对，好，这个变动。那假设这是我的 t， 那这样哈，我这边哈可以这个拉动，对，好，那我看我这个改变这个 t 的时候的变化率，这个面积会做什么样的变化？这假设是这 t 加 delta t。那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我假如把这个，这样，那下面我们就有一个这个微积分的基本定理，它的意思是说，你假如把它变到这里的话，我这个底下的面积就是它的这个面积的改变，对。那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就有个这个微积分基本定理。那这是一个微积分整个里面的一个动量，它的意思是这样，对，我假设哈这个 ft 是这样，对，那我这个 ft 加 delta t 是什么呢？是这个 a 到 t 加 delta t。这样子，对，那这个 ft 是刚刚这样子，那我把它这个减掉，那这个减掉什么？就是这两个边界之间的这块面积，对。那这块面积的大小大约相当于什么呢？这个大约相当于这个底，对，这个底是什么呢？底是这个 del t， 对，这两个相减，它的横坐标相减，对，它的高呢？它的高啊，哈，这个高差不多就是啊，这个东西哈，这东西我们把它相减，减掉是它大约是这样的一个数，对，大约是假设 delta t 不大的话。大约就是这个高度，对，这个高度乘上这个底，对，大约就是。那我假设把两边都乘这个 delta t 分之一的话。让这个 delta t 趋近于零。那这样东西就是我对这个面积函数的一个微分，对不对？这个是我这个面积函数微分的一个定义。
那把它乘掉了 t 分之一，然后取极限的话，这个消掉了，对。那这个东西就趋近于这个 ft， 对 ，ft。好，所以啊，这个东西呢，就说，哎，我这个面积函数，我这个面积函数微分，就会得到我要这个想把它做积分的这个函数，对，那这样的一个定理叫做微积分基本定理。假设你要求这个的 ft 的小 ft 的积分的话，那你要，也就是要求这个面积函数的话，你怎么办呢？你就找这个 ft 是从哪一个面积函数，什么样的一个函数做微分可以得到的，这个得到的。那我们再回到刚刚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假设，这个例子的话，这个怎么办？好，那例子哈，我们看这个，我们先看哈这个例，对。例这个，这个零到 t， 对，好，这样东西我只要定义成 ft 的话，对，那我马上知道这个 dt， 这要等于这个，啊，这边这个形式的话，我说，这个要等于 t 的，啊，这边你这个，啊，要把。这边这个所谓的这个隐变数哈，这个 x 用 t 代就好了，对，就是 tn， 对。那什么样一个东西是这样呢？啊，那我们这个就相当一个微分的一个反向，对，我们要反过来去找它的源头，对，好，它的前世是什么？好，在被微分之经过微分投胎转世以后得到 tn， 它的前世是什么？好，那我们很容易就知道这个 ft， 我们知道这个单向式的话就是把它幂次拉下来，对，然后减一，那拉下来变成 n 的话，那它这个就减一以后变成 n 的话，它应该就是这个 tn 加一，对，好，但这个东西微分时候还会有一个 n 加一，但是我们这个 n 加一没有，所以你要把它除掉，对，对。那这个东西微分以后就变成它啊，但是并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对。那一般的来讲，这个 ft 的微分的话，要变成它的话，这个东西还有其他的可能，对。加上某一个常数，对，我知道常数微分会加个常数微分，它是不变的，对，这个微分是等于零，啊，那这样的东西一般来讲是应该这样，就是所有东西它的微分会等于 tn， 啊，那这样东西我们就叫做 tn 的反导数，啊，这个反导数，啊，这个 antiderivative， 啊，这个。这是一个逆向的东西，啊，这个回溯它的这个被微分之前的这个函数，啊，是什么，啊，那在这边我们譬如说，啊，这个 C 要怎么决定呢，啊，那我知道 C 哈是假设哈这个面积函数这个 T 取0的话，我相当于这个没有拉开，对，这个边界就是一条线，所以应该是零，对。
那这样的话，你把它代入啊，这个，那有时候我们就用这样啊，这个。哦，这个 t 等于零，对，加 c， 然后 t 等于零，对，这样东西代表求值的意思啊。那这样等于零，这个等于零，那这个告诉我们，这个 c 在这边应该等于零，啊，这个所以应该就是这样的东西。那那我们再来看刚刚这个啊。那我们刚刚知道，哎，这个要比刚刚那个要复杂，对，啊，因为在这个 R 取极限的时候，有一我们做了一些比较巧妙的安排，对，啊，所以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假设我们从一个 a 到这个 t， 对，这是我们的 ft，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那微积分基本定理告诉我们，这个 ft。这个要等于这个把它这个函数形式用这个 t 分之一代进去，对，好，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fa 啊要等于零这样的一个条件，好，这样一个条件，好，那第一这个微积分基本定理告诉我们这样。但是什么东西的微分是 t 分之一的？那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所教的所有的微分公式，你脑子多半要有一个概念，你要能够回溯上去，对，你不能只有一方向。哎，你就要想到，哎，这个 t 分之一是从 log t 来的，对，好，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这个应该是这个 log t， 对，自然对数底数的人。那除了这样的一个函数，它这个微分会等于这个的话，还有什么呢？还要加一个这个常数，这也可以满足，对，也可以满足这个微积分基本定理，对。好，那我们这边哈，哎，就是哎，接下来这个我这个 fa 要等于零，对。那 fa 要等于零的话，假设 f 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就用 a 代入，对。啊，这样东西，对，这个 log a， 对，然后，对不起，好，这个没有，就是 log a。加 c 要等于零，对，好，那这 c 就等于什么呢 ？c 就等于负的 log a， 好，那这样的话就告诉我们 f t 是什么呢
FT 是 log T 减掉 log A。那我们刚刚虽然用一个比较巧的办法啊，知道这样东西它这个积分是 S， 对，所以它唯一的可能形式就是这个 log 的形式，对，啊，所以这边我们啊这个微积分基本定理的另外一个应用。好，这样啊，好，那接下来，好，接下来哈，这个，好，这个你就要回去练习哈。第一，你这个所有我们上一周所做的这些微分，你都要知道它的被微分后的结果。我知道，对，你要反过来也知道。什么函数微分会得到什么东西，对，啊，你这样回溯上去你才知道，才能用到这个微积分基本定理才对你有用，对，好，那接下来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就是积分的变数变换。那我们很自然的哈，就可以问这个圆哈，圆的面积在这边我们怎么去求？对，那一个圆的面积怎么求？那我们就把它分作四半哈，四等分。那我假设能求这个四分之一的这个伞形的话，哎，我就可以做对。假设我就把这个伞形面积乘上四倍，就是我的这个要的结果。对，那我们假设这个半径是一，好，那我们把这个放大以后啊，是这样一个图形。好，那这样哈，我们用我们刚刚这个积分的表示法，大约就是哈这个从这个。零到一，对，这是一，好，这是零，对，好，那我们求这个面积，对，啊，这个面积的话，那我们假设这个中间有个这样的一个 t 的话，我从零到 t 的这样面积这个函数，假设我知道了，那这样哈，这个我可以这样求，啊，这个零到这个 t， 对。那假设 t 的话，这个半径是一，对，这个半径是一，好，那这个直角，这个毕氏定理的话告诉我们，这条这个高应该是这个一减 t 平方，啊，或者
把这个 t 用这个 x 变数表示的话，就是一减 x 平方。那要求这个积分啊，那啊这个积分我们就想想看，哎，我们做了什么东西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函数呢？啊。那我们发现，哎，很快就发现我们卡住了，对。我们上礼拜什么都没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我有一个这样的根号分之一这样的东西，对。但没有这样一个东西，好，怎么办？好，但是其实这个结果并不难，对。从这样到这边的这块面积，好，这个要怎么求？其实说我们来讲，其实这个很简单，对。其实这个结果我们知道，对，这个结果我知道是什么？这个三角形，对，面积再加上这个伞形，对，这小学生就会了，对，好，那这个结果我知道，好，所以应该是什么呢？这个哈，这个结果，其实我知道这个结果应该是什么呢？这个是底，对，这个高，然后二分之一，对，好，那问题还有一个这个伞形的部分，对，还有这个伞形的要把它加起来，对，伞形的话我就要问，哎，这个角度是多少？对，这个角度是多少？啊，那假设我从这边开始算这个角度的话，好，这个角度的话，假设这个叫西塔的话，那这个西塔跟这个 t 很显然，这个西塔这个 t 的话，这个 t 等于sin 西塔等于 t， 对，这边这个。这个 sin 西塔等于 t，sin 西塔等于这个 t， 对。那这个西塔是什么？西塔就相当于 sin t 的反函数，对。啊，那这边这个东西是多少呢？这个伞形的话，这个 2π 的话是 πr 平方，对。所以这个西塔的话是这个啊，这边是这个 2π 分之这个西塔乘上这个 πr 平方就是一，对，啊，这啊这个是这么多，对， πr 消掉，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二分之西塔，对。叫二分之西塔，对。那西塔我们刚刚说过是 sin 西塔的 sin t 的反，是 t 的反函数，对。那我们哎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对。那我们去把它这个微分看看，对。这微分看看，哎，我知道这个微分的话是这个，啊，我们把这个微分看看，好，这个，这个东西，这个微分的话。啊，我们啊，这个微分的话，因为我马上知道这个是、这个东西是这个二分之一这个一减
根号 t 平方，对，那这个前面这项微分用莱布尼兹律，这个乘积的话是这个二分之一，这边没有，对，再加上这个不微分，这个微分，对，好，那这个微分的话是二分之一 t， 这个微分的话是，你再用连锁律，对，这个是这个 d， 这个是正二分之一，对，所以有个这个二分之一，然后这个微分以后会消掉一个，就是一减 t 平方分之这个根号，对，好，这样东西，那然后这个一减 t 平方还要再微分，对，所以就是这个负的二 t， 这样，好，那这样我们看看哈，这个好，这个我们看看哈，这个把它加起来，好，这个第一哈，这个我们用这个根号把它通分，对，好，那第一项的话是这个一，对，那第二项的话是这个二分之一，这个有了，这个是负 t 平方，对，第三项又是，第一项，对不起，是一减 t 平方，第一项是一减 t 平方，把它通分以后有一个这样，第二项是一减这个是 t 平方，对，那第三项是这个加一，所以这个两倍消掉，对，所以这个更正好是这样。好，那这边其实我们得到的结果没有用到这个微积分基本定理，对，这个我们这个小学算术就告诉我们知道答案，对，所以微积分基本定理反而这个没有办法帮你啊，这个有效的算出结果，对，啊，那我们从这里我们验证到这样一件事，对，好，发现这个很奇怪，对，啊，那这边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从微积分定理直接得到这个公式呢？啊，这个理由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变数取得不好，啊，显然这边我们假设要取角度的变数的话，啊，那这个就变成很容易了，对，那这个面积就是除了这个之外，这个其实是二分之一这个 sin 西塔乘 cosine 西塔，对，这样东西，对，好，那显然在这边我们好在分割这个做这个分割这个问题的时候哈，我们选择的变数不好，好，假设我们选择变数不好的话，我们应该马上就知道答案，好，那这样的一个技巧就是我们下面哈要做这个积分的变数变换这样一件事的一个理由啊，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变数啊，那好的变数才会有容易积分的结果啊，我们下次再继续啊，这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所以你回家要把上次这个微分的这些东西都记得哈，否则你现在就已经会做起来很吃力了。